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好，今天婷婷姐《幽城战警》官方有公告哈，在11月13号的时候，谛听面具的主人将至，还有这个帅到离谱的皮肤即将登场哈。好，这次看起来的新角色应该是谛听里面的某一个人，那至于是谁呢？我觉得哦，很明显啊，很明显是谁？大家看得出来吗？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好，就是老板娘啊。那老板娘的一些过往的故事，在主线剧情的时候，有稍微讲到。OK， 那谛听里面有还有蛮多人物的，像九啊，蛮期待那个九登场的。好，然后他的皮肤哦，哎，你看这个皮肤，哦，皮肤应该是其他人啊，这个是谁啊？看起来是大剑甲，大剑甲感觉就是殷建平啊，一定是殷建平吧？这个猜错，先不要讲太满，我觉得是殷建平啊，这个剑甲应该是殷建平吧？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上光远枪，我觉得是上光远啊。好，然后这边有个礼包嘛，哦。那礼包码大家赶快拿哦！11月13号到11月19号，这个感觉造型很像那个吕布哦。我觉得是上官远啊，可是上官远我还没抽到。好，这应该是殷建平，然后再来是下个新角的其中一个人物，就是老板娘。那老板娘的技能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下看明天或者是下礼拜几会公告啦。那今天的情报就这样子而已 ，OK， 好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，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